红心辣椒超人气线上对战游戏 SD Gundam Online 日前推出了御天使钢弹 O-Racer 等改版之后，广受到玩家们的好评。现在趁势推出了钢弹的七人全新改版，有更多机体设计图等着大家哦，赶快来对战吧！喜欢钢弹的观众们注意啦，有红心辣椒推出的 SD Gundam Online 现在推出新改版钢铁的七人，带来超强的 SR 级钢弹机体。不但配备能贯穿敌人的远程村镇狂刀光束枪，还有骷髅全套可减缓敌方的速度，无论是远程或是近战，都让玩家驾驶起来得心应手。另外，自定扭弹机的 SS7 独角兽钢弹搭载了光束加特林机关炮，在高速密集发射下，能给敌机带来巨大伤害。另外，本次改版也推出了多种强力机体的设计图，更多好康消息，别忘了上官网查询哦。